那我去叫。人家睡的嘛，你去叫睡吧，叫睡吧，先睡吧。再说人家表哥车马劳顿，对不对？从那个四川来咱们这地方好几千里路呢，可远了。反、过来又说呢，谁一进门就喝酒，谁能受得了？对，睡吧，睡吧，好好睡。嫂子，你看咱这地方咋样啊？真正的山清水秀，推门见山，左手是太行山，右手是吕梁山。吕梁山啊，从高处往下一望。你看那汾河的水呀，哗啦啦啦流的大地，小村庄。老大，还有这窑洞啊，冬暖夏凉，这一排热炕的睡上就像神仙似的啊！你看，你看，胖嫂啊，哎，刚来的时候嫁过来时候难看的那就不得了，现在你看看越住越漂亮。那在窑洞里不是给我胖舅哥还睡起个大毛来？